嗓子哑了，不好意思，吼不出来现在。嗨起来，再睡什么睡来，再动点劲儿来。虚什么虚，大哥别怂，熊起来来。大清早的你就说你怂了，大哥就不好。男人就不能说自己虚了，对吧？两横一个竖就是干就完了。然后不闹了，给大家跳个舞蹈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谢谢大家。第一支舞蹈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我这两天嗓子有点哑，实在是吼不出来也喊不出来，那大家理解一下，谢谢。
好看吗？喜欢吗？感觉豆豆好像要掉了。谢家信哥哥支持，欢迎所有宝宝们走进直播间。好，喜欢宝宝可点一下我的直播层的关注，那手中户宝宝点一下这个地方的那个什么关注，对，手中户宝宝点一下这个地方的关注，电脑户宝宝可以点一下这边的直播时通知，可以点上一个勾勾，对，然后没有点心的宝宝点个心来，我们要点心来，来宝宝们来，咱们这个大哥们动动你们的金手银手，发财的小手，对，给我点个心，对，点了心的人都发都发财，对，嗯，对，你就是身体的某一个部位都会硬起来。然后这个地方的直播时通知没有勾的勾一勾来，咱们先勾到300个来，咱们先勾到300个来，来个摇头舞啊，这你就过分了，你怎么能拿我玩个摇头舞呢？想看我摇头，一会儿回我直播间跟你摇，怎么能让我来个摇头舞呢？这你就过分了，兄弟，虽然说我是一个摇头主播，过分了。行，然后跳第二支舞蹈送给你们，咱们跳一个劲爆一点的舞蹈送给你们，嗨一点，对，来，所有兄弟们，咱们这个抽烟的表情走一走，来，有请全场所有最帅气的男士来抽烟的表情，给我走一走，快，抽烟的表情，快，抽根烟休息一下，累了，来，真的是老看跳舞都不营养，来，抽根烟休息一下，来，对，抽根烟，哎呀妈，行，你们先点。行，你们先点根烟，然后我准备一下给大家跳第二支舞蹈，谢谢大家。
通关注啊。来，小宝可以点一下我的直播时通跟这个，还有最后的两分钟时间我就要下去了，对，我要回直播间去直播了。如果说这个时间喜欢的小哥可以在这个地方点一下直播时通知，因为我一会儿走了你肯定就找不到我了，对，像我这么可爱丢了肯定就是没有了的，对。然后这个地方没有点心心的小哥哥可以点一点来，对，这些玩意儿都不要钱的，别抠逼啰嗦的，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能不能慷慨点儿？你就当就比如你现在呢把我当成你们的兄弟，就比如说你们现在拿一根烟给我抽，对，能不能不那么抠搜？对，就这个时间你把我当成你的兄弟，你好，比如你拿了根烟给我，那说那会烟还要钱呢，这点关注还不要钱呢，这抠逼啰嗦的能不能慷慨一点？你抽烟吗？不抽，我就那么一说，装个逼，我就装个逼。然后给大家跳最后一支舞蹈啊，谢谢你一直在留三等我是吗？谢谢。然后喜欢宝宝可以点一下我的关注，对不对？点关注带你回家，带你装逼，带你飞，对。然后给大家跳最后一个舞蹈来。